跟着月经周期减重，吃牛肉、海带调理易瘦体质。女生的月经周期分成行经期、经后期、排卵期、经前期四个阶段，每个阶段的生理特性都不一样，需要的营养和适合的运动也不尽相同。行经期，月经来潮的第一到五天，此时阴血不足，应该滋阴补血，可选择猪脚、鸡精补充蛋白质，选择牛肉、红枣、枸杞等帮助补血。经后期，月经来潮后第六到十三天，是瘦身的黄金时期，可以吃海带、芝麻补充营养，也可以吃白木耳、海蜇皮、燕窝等，帮助补充肌肤流失的胶原蛋白。排卵期，月经来潮的第十四到十六天，着重在温阳补气，增加身体活动所需的能量，可以补充山药、紫米，促进肠胃的消化能力。另外也可以吃一些排骨、腰子，增加骨质密度。经前期，月经来潮的第十七到二十八天，可以泡一杯玫瑰花茶、黑糖姜汤，安抚敏感的神经，舒缓心情。没有最健康，只会更健康。快上 LINE 加入好友 Top One Health。